喂，真的是很惨堕落。现在我跟你们讲啦，我有一个想法的。Okay, guys, welcome back to the raft. 啊，海上啊，啊，什么漂浮生存？我生存下来先，各位现在哈、啊，我感觉到我的饥饿度又来了。Okay, 上次真的弄的床。Okay, 先睡觉了 ，Let's go 。他一睡醒就接近早上了，立刻要吃东西。丢哪是 ？OK, guys, 还有我的身上为什么会出现一个东西？就是这一个。这个是我的奖杯吗？上次差死了那个西姑奖杯吧？喂，收进我的箱子先，各位。过后我们先去掉一掉东西。Let's go, guys。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嘞？啊，今天我们要研究一下那个工作台可以弄什么。很快快饿哦，不行哦，我要烤肉了。鲨鱼肉。是不是？呀，是哈哦。All right. 希望鲨鱼肉一吃一颗，哦，拿那个保湿度。啊，准备啊，跟你讲，准备。啊，我早早看到你的 battle 了。现在要来吃鲨鱼肉了，应该。哦耶，收到了，收到美美的，懂吧？你看到那个颜色吗？我都不舍得吃哦，看一下可以吃几多口。OK， 吃一口还没吃完，哇，老外鲨鱼保湿度加到几公里多？我要让大家确认一下，上次有什么进度？有床了咯，有工作台，有两个种植的那个东西，过后可以烤肉、烤土豆、烤菜的那个东西，过后可以把海水变成可以喝的水，或者变成可以浇花的水，还有我有一个。箱子存货 ，Let's freaking go！ 好像这样靠近哦，你可以去捡，你可以用仪去捡。Fucking hell！ Bob， 然后扩买它咯，这里。OK， 暂时这样大。OK， guys， 我们弄一个墙壁哦，做一个示范 ，testing。哪里？哇，两只哦，这次。Holy shit！ 他叫伙伴了，当我是露露了哈，妹妹怎么办？过后可以装淡水自己喝，再装海水放进去，一直补了，一直补货，这个又可以收获了。可是有一粒，给了两只木凯，其中一只撤掉了，真系国仔。The next day， what？ All right， 墙壁，我们来看一下啦，有围栏，有楼梯，哈哈。可以简直把一个高楼大厦建在这个木筏上。Yes, guys， 没有错，木质墙，有窗口 ，OK， 有门哦。我们从基本的开始了哈、哦，可以转来转去。我可以拆掉这个东西吗？怎样把它拆出来 ？Let's go！ 撤！啊！OK, buddy， 这个羽毛我真的不懂来哪了，干嘛啦？现在放进去先，鸡腿放过来，烤鸡腿 ，guys， let's go 啊！多一点箱子了，我们需要，有没有道理？多一点箱子放这里了，不要，这里，这里一个，叮啊，它会比 like 的，盖了一个东西会比 like 的，你看啊，代表什么 ？guys， 代表给我一个赞，哪里？Holy shit！ 我又没有煮到海水。No. OK， 记得可以吃了。Shock！ 继续放那个墙壁咯。外面还是里面呢？怎样把这个旧的换掉哈？怎样把它拆掉？各位，把，喂，不够木了吗？我不要这样子。Shit！ Guys， what？ 我一直挡着。No！ 我不行，我要踩，弄个斧头先了。对。2000 years later， 各位观众，我们有斧头了，应该是斧。各位观众，斧头来了，怎样把它拆掉啊？hold 着，按着它就会消失了。All right， 它一消失了，会还我一块木啦。这个游戏从来没有让我闷过，你知道吗？没有一秒，一直有东西做。还有很多东西的，还有什么可以？这个是什么船？怎样读啊？这个东西啦哈，可以摆弯啊，加快船的速度的那些咯。木桨 ，OK， 木桨，感恩。OK， 没事 ，sorry， 太大声，不好意思。
这里是开始可以制作铁的东西了，铁矛、铁斧头、铁鱼竿，什么都是铁。油漆也是这里，只不过我会这样缺木板的，我一直没有掉到木板啊。这些墙壁我暂时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我们把我们的基地弄好来一点先，会卡着人。OK， 现在呢，弄一个鲨鱼耳先。血量我们有吗？它可以咬我四次。我的经验跟我讲啊。呼沙卡拉卡。来呀、啊！去去去！啊啊啊啊啊啊啊！那么击败 ？Are you kidding me？ 哎呦，给你没了！什么浪啊？现在你怎么办？有波浪就不要乱来些喽。那个船一直不定哦，你懂吗？要跳上我的船难跳哦，妈超 low。OK， 明白。送他吃先，没关系，送他吃先那个鱼饵。偏偏哦，这个世界哦，等我丢了那个鲨鱼饵，才来这些波浪哦，几够力难哦，上船，上船 ，sorry。你看那个桶都看不到了。哎，什么事？什么事？好像要倒掉那个船，不行哦，不行哦。有了这个，我可以控制它的那个什么吗？哦，控制速度 ，yeah， 这样子就不用一直掉东西了。可是也是会坏的一天啊。这个，过来一点，拿过后我们移这个船过去。我怕那个鲨鱼敢叫我啊、哦！可以走自己要走的方向了，各位，现在 ，let's go。哎，在这里都可以用的。屌，在我们的 base 也是可以用的，也是可以跨到水的。A few moments later， 这是什么 ？What， guys？ 这个是给我们停船的，停船的时候用的。好了，不知不觉也填完了，各位。可以推动你朝正确的方向前进，朝正确的方向前进。Let's go， come here， boy。我是在干嘛？他在指着干嘛 ？Three weeks later， 手指指错了，我要去那边。还用练力吗？现在还是什么？可是我可以滑过去了，我用这个滑过去。我看到岛了喂，我看到岛了，我看到岛了。准备 ，on。哎，他流血了，他流了。OK， 不如我用这个控制我的方向更好。我这个船怎么东西是指着罢了。原来要指向那个地板，是不是？看一下先，这个是谁要用？打开，这可以移除的。我们放在了这里了，放在了这里啊，这里。OK， 啊，开这先了。你带我去什么正确的方向先？啊，有个岛了哎，我们去靠近一个岛了，各位观众。啊，这个关，他会带我去另外一个方向。如果开这的话，是不是？啊 ，Go Go Go！ 可是这里没有位置给我上，好像。哎 ，motherfucking shark， 那边 ，go go go， 咦、你看，我要好好的挂都不可以，你懂吗？现在我在逆向着是吧？逆向啊，不行啊 ！12 seconds later， no， 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OK， 来，我们下一个岛，我们再尝试。哦，可以寻找我要的方向了。好像带我去那边了，你看，我按 R 望着那边，他就带我去那边了。呀、yeah, ，我会用这个东西，原来不是用手指去指的。而且天亮我们才去，天亮我们才去那个岛。岛在哪里啊？岛在 ……Oh my god！ 现在看不到那个岛了。突然间，为什么会这样子 ？Shit！ Let's go, guys! What the heck？ Are you kidding fucking me？ OK， 我觉得要做多一个哦，那个烤水的东西了，要两个去烤。多一个什么初级进化剂啦哈 ，OK， 更多一个煮东西在那里了，哎，在床旁边的，哎呀，直接放置木板 ，Let's go，Let's go， 哎呦，那个木不够了了，这次玩，你看每一样东西都要木板，过后我的船又要木板，含不含东西都要木板，一定要我去倒啊砍树了，我觉得 ，Oh my god， 木不够了，木真的不够，木很缺乏。现在海上又没有木给我钓了，惨了。
惨了，喝了了，哎，现在海上没有东西给我钓了。哇，我的饱食度第一次降板了，好像。没有啊，我们不要这样被动了，我们主动一点去找。Six and a half hours later， 现在我们可以控制我们要走的方向，很惨有用这个东西。Bye, have a great time。我要拿我的，我要拿我的宝出来，我的宝出来，怎么进这里？拿什么绳子？我要拿我的宝出来擦掉。很多伤痕啊，很多伤痕啊，罢了。嗯，终于等到你了，终于等到你的鸟鸟 ，Guys， OK， 现在呢，我们要去一个岛了。现在我们的目标要去一个岛了。7:59 a.m. 今天哦，这一天很满。他一直咬这片干嘛啦？那边，我们去阳光，有光的地方我们就去。哦 ，shit， 完全没有木了，我完全没有木了。不怪得烤现在不会烤了。现在什么都没有，木零了，完全没有想到木会缺的嘛。和你讲啊，未来哦，一定会整理一下我的这个船的，太乱了，你看，太乱了，箱子这个东西，煮水全部在一个小地方，你懂吧？啊！应该没事吧我 ？Let's go 鲨鱼是不是啊？等到你了我。啊！你现在潜水还要找我，丢脸性。没有资源了，现在海上没有资源了怎么办？喂，真的是很惨堕落。现在我跟你们讲了，我有一个想法了，我要木，我要木去煮水啊啊！我要木去煮水啊！我不是开玩笑的，我唯有是拆这种拆我的基地的木去煮水不了。你看我现在完全是零，木啊，都木啊 ！Give me the word。木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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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nice， 放石猴木，放石猴木，装大水喝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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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啊 ，nope， 哎、oh, shit， it's OK， it's OK， 我们要到那个岛了，可是这些波浪超大了，我不懂怎样了，可是那个岛不像可以给我趴船的地方，我在担心着这一点，准备拿那个趴船的东西出来，就好像你停船，你一定要绑着你的船吗？还是用什么方法固定你的船，不然会飘走了？应该是那个用错啦，这个啊。这个到了啊，到了！各位观众，我们第一次到了，不懂可不可以有人来的岛啦、啊？哦，这个，哦哦哦，对对对，可以可以。啊！我的那个鸟在那边吃东西啊！吃到天亮啊！吃，我也不放心这个船呀、啊。应该可以再滑前去一点，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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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安全点了吧？我不想碰到水，看一下可以做什么先。啊，好地啊！哎呦，第一次到陆地嘞，现在。再看看，再看看。你看，我上到岛头都要搞我啊！啊，在这里看到吗？他怎样都要吃我哎！可以制作涂料，原来涂料是靠这种花椰子可以直接喝，知道吗？还是可以煮的。OK， 我们拿回去慢慢研究。OK， 来上去了。OK， 哦，成功了，我们的岛第一次探险啊！你们吃完了是不是就知道了？你们吃完了的，原来木很少哎，我以为在这种地方可以找到很多木，可能要到比较大的岛啦，也许。真的是用一次罢了 ，guys， 给你固定你的船了，给你趴船了，可真的是一次罢了。OK， 现在我们的目标就是下一个岛，啊 ，guys， 感谢收看这个系列 ，like， subscribe， share， 想看更多留言告诉我。这个影片就到这里先喽，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let's go。